咁啊，仲有出年咧，如果要做生意嘅朋友，亦都係要小心啊！啊，或者係未必做生意嘅，或者睇 YouTube 啊，睇到好多資料啊。出年好多嘅假消息。哇！我幾驚啊，嚇親我！睇 YouTube 都要小心啊！好多假消息，好多小道消息，或者你上網睇都係假嘅消息，全部都假嘅，好多假嘅，一定要停一停，諗一諗。因為出年係騙案嘅年嚟嘅，所以咧好多嘢都係假嘅，消息都係假的。如果人哋話同你合作做生意，喂，我收到消息喎，哇，喺做呢只嘢好好好多錢賺喎，嗱，你又要停一停，諗一諗。係。人哋話喂呢只股票啊，嗰個老細話一定炒起佢到幾多錢㗎，唉，咁你又要停一停，諗一諗啦，因為出年好多假消息。OK。啊，咁呢個出年係特別嚴重啊，比今年嚴重好多㗎嚇。嗯。好啦。